你知道老是什么感觉吗？同组体验包你亲身感受。我觉得现在小孩子就是少了一个同理心，那我觉得透过这个体验课程可以让他们稍微了解怎么跟长辈相处。网络留言，热柠檬水加盐巴可以治感冒，看专家怎么说。那要很高浓度的盐才有这个所谓的杀菌的效果。那柠檬呢，含维他命 C， 碰到很热的水它是会被破坏的。洗衣机洗衣服常打结吗？真是伤脑筋。没关系，一瓶宝特瓶就可以解决问题。它可以降低那个水流的混乱程度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它也可以那个减少衣服水波摆动的一个空间。意见行善30年，慷慨捐血746次，理发师父母之为善最乐。反正就是说能够做多少算多少，尤其爱心是无价的。后青春有够样。